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张了。这又是早上起来了，是不是又在写日志啊？没什么可写的。后不让我查了，那我就先不查了呗，是吧？又有啥事儿啊？这个叫符号哈，是有这个东西。集贤书院。Thank you.
耸立，一度耸立。加在一起词肯定是沉了，对吧？很简单啊，沉，你把它擦干净，它还会来。对，就是灰尘，没错，不是很难。灰尘集啊 ，OK 啦。借走了，又来一个女主角，卖花的，卖花，哎，蔷薇。
Thank you.
还帮忙啊？断了。回忆吧，走吧。
要把那个符号给他看看，看他能想起什么来。忘了忘了。丝绸哦，街市上有卖丝绸的啊。遇到什么人与我无关，我还得到时候还得回来找他问这个事儿。
那就。亲人，韩思东啊，这个凶手终于浮上水面了。
3794。前面要解这个谜，这是个密码吧？估计他的房间里有密码锁着嘞，我现在。OK， 先这样吧。解谜了，嗯，又是那个符号是吧？这怎么朝两边转动把手？缺了一个把手。对呀，那我怎么转？这里头吧，来装。哎呦，这个是，这个得解密了啊！照着那个图来，我明白了。第一次转的时候，两边加在一起必须是5。第二转两边加在一起必须是7，而且左边必须是3，第三次是9，然后右边必须是4。怎么样能实现呢？这个，只能顺时针转的话。可以，嗨，这真是的，我还以为，知道了，这就不难了，这回就不难了。第一个得5，那必须是这样 ，OK 了。第二个是7，而且右边必须是3的话，这是3，这变成7了，哎。对呀，不能那么转啊！第一个是5，哦，第二个是3，哦，这样，然后，哦，它可以左右转，哎，可以左右转 ，OK， 这对上了，57，这都对上了，9，啊，解决了，开开，正确。
哎，应该看看了呀。还不对吗？没错呀，第一把是得五，没错。第二把左边是三，这边必须得是四啊，七呀，没错啊。哦，右边必须是四，哦，那就这个四不动，然后把这个，这个五再转回来，让我得九。哦，OK 了。哎，往里不转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这是对的，这回是对的，一，这也是对的。然后五转回去，哎，OK 了，解决。进去吧，狄大人。有丝绸。这铁证如山嘛。还是最后一个没死的，就是这个，这是谁？许云飞，手杖被划掉了。元琪琪不受牵挂，勿施以暴，须施以暴力。好，这是谁？子权为刺客。那个是谁？吕叔身为金牌，与此交流。哦，那个符号是吕叔啊。天吗？权威之主，就是他的弱点。等于说这些人都是刺客。又是吕叔，另外一人肯定是姚校尉啊，一共也就几个女的。
序。大理寺接生，我应该找李叔，把李叔给他看了。想起来半年，告诉皇上你去哪里啊？翻了，有一段时间了啊。蔷薇花瓣，然后掉了。受伤了。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他，两年前突然回来，山坡上延伸。这要怎么弄啊？钥匙呢？
钥匙在那谁手上，韩思东手上，赶紧追他去吧。终于看到你了。孙英啊，原来如此，孙英根本就不是爱那个大使。金木水火土吗？金木没有反应，对，肯定应该有提示，没有什么没有注意的地方。哎，灯笼上有什么？哦，以火所铸，以水封之，
以火所铸，以水封之，那就是金呗，金是火做出来的，然后用水可以封之，金以火所铸。这个呢，昔日平原今作圣地。哎呀，以火所铸，以水封之，以火所铸，金以火所铸，以水封之，金水火，金水火应该是金水火，就看顺序了。金水火，以水封之，以火所铸，以水封之。土以水封之，以火所铸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水封之，以金以火铸之，肯定是金呢、啊。以水封之木，也就是说金和木是排除在外的。嗨，这真有点牵强，有点牵强。
丢什么东西没捡吗？那个车是不是有东西没捡呢？嗯，木棒。嘿。
梯上去了啊。孙英才是真正的主角啊。OK， 全剧终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